好，那现在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先把竖径的量测出来以后呢，然后竖径直径的五倍就是作为我们要断根的位置。那当然前一步呢，怪手会在预计断根位置以外，先把土堆清理出来。那因为这里哈，其实我们有调查过，它底下的石块非常严重，所以大部分榕树都是浮根啊。所以我们要先把外围清出来，然后现在由人工呢，把预计整理土丘的位置做平整的那个裁切以后，现在现场有一个人就准备那个防菌剂，马上就要就伤口涂防菌，把它那这样子连土丘一起送到移植的地点。除了移植计划书送景观处专业审查以外，我们公务局其实在四月份跟六月份也分别有邀请树医师哈，就移植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要注意的事项，帮我们做教育训练啊。那教育训练的对象除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外呢，也包括所有有关于要指导跟这两个场地之间的所有的人员啊。这个是在做什么？这个那个杀菌剂树的那个截肢哈，有伤口的地方这一种药剂做伤口做保护的啦。对，伤口保护的。刚公务局的长官说你们有去上过那个就是移植树木的课程，你们是真的有去上过吗？那你们那个课程的时数大概有多少？一个小时，一天八个小时，然后一个多月，那个叫几个小时？没有跟师傅接触。我是针对国中退休老师，希望你们下课的时间来关心老树，我们都一样喜欢把老树留下来，然后你们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历史教育，这是环保教育。然后现在警察跟校方用不正当的方式在对你们做不正当的教育，你们下课都可以欢迎过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照顾我们这些保护老树的居民跟老师们，还有热心的网友们，看看警察跟公务单位是怎么对付我们的。其实我们是当地的居民，也是这边退休的老师以及这附近的热心的居民，我们只想留下这些老树，请他们适当的移植老树，可是他们都不听，一味的在动工，而且你们看看现在就在动工了，这是最违反教育的方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同学们，你们有眼光可以看，可以判断，将来这就是种子，从你们的头脑去萌芽。我们没有教坏小孩子，我们二三十年都没有教坏小孩子，被教坏的是在这边站着的人。谢谢同学，下课多找几个同学来加油，谢谢。气氛好起来了。怎么你们怎么工作危险？气氛怎么已经摆明了？等一下危险哦。说一下为什么不可以照你？等一下，我们。你要动我！你有人权，我没有人权啊！你是公务员吗？请问你是公务员吗？公务局哪一位？请问你是公务员？是啊，那你干嘛动我镜头？你不要随便照我，我有人权啊！什么叫人权啊？我有采访，我们是记者，他需要采访。但是公务，请问你是哪里的？哪个单位啊？我不让你采访啊！那你不要动我镜头啊！你不要挡我镜头啊！哪一位？他刚刚是挡你。哪一位？副局长很厉害吗？公务局副局长很厉害吗？不厉害，一点都不厉害。不厉害，那干嘛动镜头？我最不厉害，我都被他们拍得要死。干嘛？对啊。不厉害，我今天肖像权已经拍光了。肖像权。跟我讲肖像权。那副局长干嘛动我镜头？啊，这边指准，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同仁把话讲出了，不要这样子啦，不要这样，每次在这个江翠。好，请要再采访，在这边区再区采访，好不好？我们里面在做工程，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请你们在这边采访，好不好？不好意思，我们不进去。什么不进去？他可以吗？我采访，等一下，我们有经济证。其实我暂停。好 ，OK， 谢谢，好。来，这边就采访。好了。那是你的事情，那对啊，他干什么？他不知道，以为都是那目前的话，我们按照标准的计划，持续的工程推动以及移树的工作。那目前的移树部分要移到三重极限环保公园。那目前我们也站到极限来说，是能够就旁边来监督，但是不要妨碍我们的工程的进行。目前的话，我们就竹科的话，以人工跟机械部分配合，按照这个规定的话，来进行断根跟移树的一个程序，这样的。目前只进行移树的程序。今天会把所有的石头都移走吗？
没有，我们会是这个进度的话做个调整。对，那我们预估大概五天左右吧，去玩这样子。爱不爱树，又爱站在树下哈。